幻象战机低空冲场，呼啸过台北港上空，让民众惊呼连连。特战部队也要秀一手。爆破瞬间，连岸上地面都在抖动。水中爆破大队拿出看家本领，特战艇在港边来去自如。要在有限空间操作小艇，考验特战队员驾驶技术。不论是交叉变换队形，还是面对面冲刺，时间都得抓得刚刚好。海军一对弟兄秀个人枪法，继承苏启麟枪法。他加入一队前可是一位模特儿。苏启麟他在我武专时期，他那时候入伍前，他是我的教练。那就是他一路栽培我，然后到现在进来海军一队。那我也跟他在海军一队相处了大概有3年的时间。国军在台北港办敦亲睦邻活动，三军通通出动，海军拉法叶军舰更是罕见进驻台北港，即使是平日仍吸引大批民众涌入，要近距离感受军武魅力。三军吴晨明、谢孟哲台北报道。